这个念佛期今天是第六天，这第六天呢，咱们念佛念的怎么样了？是不是觉得念的一心不乱了？是不是还会打妄想？如果你念到一心不乱，行也弥陀，坐也弥陀，住也弥陀，是站也弥陀。所谓行住坐卧都是阿弥陀佛，你念的你就想不念也不可能了，想不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没有法子停止。这时候刮风你不知道刮风，下雨不知道下雨，所谓风也吹不透，雨也打不漏，那么这叫打成一片。这就是啊念佛三昧的一个境界。你能得到念佛三昧，这时候身心放下，根尘脱落，身心放下，内无身心，外无世界，不要说找一个人，就连我也没有了。这叫身心放下，根尘脱落。什么叫根尘脱落呢？根就是六根，尘就是六尘，根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再加上六识啊，这叫十八界，单单的六根六尘这叫十二处啊。你能以眼观生色内无有，耳听尘世心不知，六根清净了，六根清净，内六根清净了，外六尘也不起了。因为你六根有六根才有六尘，如果你六根就清净了，那么六尘自然就没有了。啊，你六根不清净，所以六尘呢也就生出来，根尘脱落，根也没有了，尘也没有了，这叫根尘脱落。这时候身心自在，
身也自在了，心也自在了。身自在就是冷也不怕了，热也不怕了，渴也不怕了，饿也不怕了，这身自在了，不被啊这种饮食的境界，冷热的境界所转动，这就是身自在。心自在啊，不单身自在，心里边呢也一念不生了，一念不生全体现。你能一念不生啊，那全体大用就现前了。六根互动被云遮，你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稍微一动啊，这就被云遮了，好像被啊虚空里头生出一种云来，把云呢把太阳都遮住了。那个太阳就是你自己本有的智慧，你遮住了，智慧就不现前了，就变成愚痴了。你一愚痴啊，就认不清楚了。认不清什么呢？认不清楚是法非法，正法邪法，你认不清楚了啊。因为你没有真正智慧，没有宅法眼了，宅法眼选宅这个法的眼，你没有宅法眼，所以啊你就东创一头，西创一头，南创一头，北创一头啊，四面八方各出去碰壁，碰壁就是撞到墙上了，你这个头啊撞到墙上了啊，没撞上的时候你往前猛跑猛跑，哦嘣撞的把头撞，哎呦好痛，哎这又往回跑，往回跑又撞上了，撞来撞去也出不去这个笼子啊，在这个笼子里头啊，就好像那个巧鸟啊在那个笼子里似的，呵，往上飞也出不去，往下飞也出不去，左右前后都没有法子出得去这个笼子。我们人呢没有宅法眼，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也就和这个那个巧在笼子里一样的。那么在笼子里 啊飞来飞去也飞不出啊去那个笼子。那么在这个九色财气这四朵墙啊，好像四个笼子似的，好像一个笼子有四面呢都遮着你啊，好喝酒的啊，就包括好吃药的啊，包括啊好这个迷的，这个酒窝它能迷人能醉人啊，所以啊吃药也在内啊，吸烟也在内啊，都有这个酒啊包括着。那么色，色就一切的美丽的烟色，物质的引诱啊，美色的引诱，一切一切的引诱你，令你啊在这个笼子里头出不去。财还有这个财
啊，人人呢都欢喜这个钱，世界上各国的人类都啊为着赚钱啊找饭吃，所以就忙忙碌碌在这个世界上。这是这个财呀，这个墙跑不出去啊。你这个啊，讲起来这个财呀，在中国叫钱啊，钱这是二革争金，杀气高，两个革字来争这一个金字，这革呢就是啊一个兵器，你也拿这个兵器，我也拿这个兵器，就抢这个钱啊，抢这个金子，这叫二革争金，杀气高啊，你杀我杀你，这杀气很高的。人人因他犯唠叨，人人呢就因为这个钱呢就很多麻烦，犯唠叨就是很多麻烦啊，很多麻烦。能会用者超三界，你会用这个钱的人就能啊超出去三界去，你用这个钱来做功德啊，修塔呀，造庙啊，做种种佛事，能超出三界去。不会用者孽难逃，就不会用钱的人呢啊，有钱是造孽啊，造了很多孽，造了很多罪业。又者有这么几句话也很好的，说什么呢，说劝君为善越无钱，劝你做点好事的时候啊，你就说了，哎，我没有钱，我有钱现在不够用，等我够用再做好事咯，我想做不是不想做好事，人人都想做，但是我没有钱，钱不够用，我爸爸的钱也不给我啊，那么他就想先让他爸爸要钱来做好事。有也无，有钱的时候本来他啊有也，他说没有，好像以前我那个啊要愿意学武术那个皈依弟子啊，他银行里头那个户口就是bank account有70000多块钱，一叫他做点好事，他说我谋啊，我一个汽车，我有一个汽车，就好像养活一个老婆那么用钱呢，啊，这个也用好多钱呢，所以我呢，养老婆都没有钱养，所以不结婚，啊，那么那时候李景山呢，黄文慈叫他做好事，他就不干，啊，说好了，那我做了，我一个月给3块钱。一个月给3块钱，他有70000多块钱，一个月给3块钱，啊，啊，他就说他没有钱，啊，他一个人也没有结婚，啊，就有妈妈，但是他妈妈也自己也不用他来赚钱养他，他的钱呢，就会储钱，啊，钱。3个月他死了，啊，这个钱呢无条件都送给他哥哥了，一点好事也没有做，所以呢有也无，祸到临头用万千，无也有，你要有什么非灾横祸啦，有什么特别情形啊，啊，或者就是阿斯顿呢，
哦，用万千，无也有啊啊，货到临头用万千，无也有，没有的时候也有了。或者好像啊，有个人有很多钱，被土匪给绑去了，要他200万，本来他这舍不得，但是不给不行，啊，给200万，啊，你说是不是无也有呢？啊，绕绕于君谈善事，说是啊，金山寺那儿讲经呢，你去听一听经啊，啊，去也忙，说我太忙了，我读书啊，啊，我又要功课也忙啊，什么也都忙啊，我家里的工作也多，做不完呢、啊。我本来，我欢喜听师父讲经，但是我就是没有时间，啊，去也忙，我太忙了，啊，好像前，我方才说这果配。一朝命尽丧黄泉，忙也去，啊，他才30多岁，哈哈，就生了那么一个怪病，什么怪病呢？啊，就是他盲肠炎，生了盲肠炎呢，去一开刀，就开死了，哎、啊，这叫一朝命尽。丧黄泉，忙也去，怎么样忙也要去了，啊！你一看这个，啊，这是钱，啊，还有一个气，这个气这一朵墙啊，最打不破哦，他妈去安过了，啊！你怎么可以管我呢？啊，啊，发起脾气来了，啊，那么这发脾气，这个气也，啊，很厉害的，有的时候会气死，啊。那个法师前天来，啊，他这个护法开了一张帖，哎，你们要记得把这个20块钱的帖也写一张那个给人贴上。那么这个气是很厉害的，你看，我这个叫他那个。跟他来那个居士啊，说是我说不要了不要了，他说你不要我的，那他你要啊，我说他我也不要，我说你什么时候给我？哦，你都给我撕坏了，把我那鞋给我撕烂了，几句话把我气死，我说我就想气死你呢，我说我就想气死你呢，啊！那么这个气呀，出家人都一样会气死。他因为，前一次给我们开2张支票，一张是100块钱，2张200块钱，我拿都给撕烂了，撕三节，寄给他，所以他。哦，他说唧唧呼被他气死，实际上怎么样呢？唧唧呼被他乐死，还真的。他说这个，他心里想，哦，这位真是死肚子，钱这个都不认识，连这个东西都不认识。所以啊，这个气势也要的，九彩财气嘛。你能以有宅法眼，对这个九彩财气都迷不住你了啊！你知道啊，这个东西呀、啊，
你会用的就能利人，不会用的就害人啊。我常这么说，鱼在水里要，这个说了多少次了，你们你要不记得，那就是要罚跪的。鱼在水里要，人在世上闹，不会为善德，亏心霸孽造，金银堆成山，是闭眼全都亮，空手见阎君，毁心把泪掉。那时候啊完了。嗯，现在念佛呢，就是要明白这个宅法眼啊，不要走错路，不要啊那个错的路你认为是对的，那个对的路你又认为是错的啊，任自己的意去做事啊，这是啊很危险的。在经上说，末法的众生，一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说是啊，在这个末法的时候，就有啊一亿那么多人，一亿就是十万约亿，本来那么有的说是百万的，咱们就拿它当百万，瞄引刀去。这么多人念佛，这么多人修行啊，就是妙音刀群，那么多的人念修行，罕一得到，一个得到的也不容易有，很稀罕的，有一个得到的，很稀有的，唯一念佛得度，就是说就念佛呀才能啊了生死啊。所以在末法的时候修行啊，只有念佛法门最应机啊，最普遍，它是啊三根普被立顿坚守，三根就是上根、中根、下根啊。上根呢就是有智慧的人，中根呢就是普通的人，那么愚痴的人，这就啊根气钝根，这叫钝根啊。上根呢也叫利根，中根呢是不利不钝啊，愚痴的人就叫钝根，钝根众生。这念佛的法门呢，你有智慧的人念佛，也可以；你没有什么智慧的人，普通人念佛也可以；最愚痴的人念佛也可以。可是念又要离念，说这个离念是不是啊不念了呢？不是的，
离开你的妄念，保存你的真念。你的妄念是什么？就是啊，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这叫散心念佛。那么你离念了，这叫定心念佛。定离开妄念而得正念，念佛。你能这样念佛，那么一定啊会升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说三根普被利钝兼收，无论你是利根钝根呢，都得到好处。所以说让人年老啊，来日无多，正好念佛啊。让人年少啊，来日方长，正好念佛。让人有病，知病是苦，正好念佛。让人无病啊，平安是乐，正好念佛。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念佛的。这个念佛的法门是最圆融无碍的，所以啊，无论你哪一个人都可以念佛的。因为这个，所以啊，释迦牟尼佛金口自说《阿弥陀经》，叫人呢来念佛。《华严经》最后这一品《普贤品》也啊劝人念佛，以念佛呀为规矩。所以念佛法门呢啊，你不要把它看的说是啊，这个念佛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要有意思啊？有什么意思？你又想，你想有个什么意思？说说看啊。所以呢，这个念佛法门呢是最好的。在这个末法时代，这法都灭了，所有一切经典呢都没有了。这个经典没有啊，什么经典先没有呢？就楞严经先没有。因为楞严经怎么会先没有呢？因为它是破这个天魔外道的。如果有楞严经啊，天魔外道就不能啊随便了。所以这法一末的时候，楞严经啊自自然然就没有了啊，或者被火烧了，或者失落了，或者有这个经典它没有字了啊，就这么奇怪的啊，或者那个字啊啊连那个纸啊都被虫子给吃了，就没有了，这末法了。你就啊，咱们现在有这么多经典，教的不困难啊。我最初到香港的时候，想找一部经典也没有。那个佛法呀，是不容易遇的。那么以后这一些个年呢，这佛经，有佛经流通处，大家都印很多经典来呀，弘扬佛法，经典也多起来。末法呀，把一切经典都没有了，就剩《阿弥陀经》还留到世界上啊，100年。在这100年之后，
弥陀经也没有了啊，就剩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在世间又多住世一百年，这时候度的众生无量无边的，就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啊，度的众生很多。过这个时候，南无阿弥陀佛呀，啊，南无两个字也没有了，就剩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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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字了。又在世间多住一百年，那么又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这佛法都断灭了。所以佛法断灭，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了，啊。人类都同归于尽了，啊，人类没有了，这是一个成住坏空啊，到这空的时候了。可是到空的时候之后，又到成的时候，这世界上一增一减。这是一个节，一个小节，啊，一增是啊，人的寿命一百年增加一岁，所有的人身量高度呢增加一寸。增到八万四千，由这个人的寿命十岁增到八万四千岁，这增到几点了？又向下减，也是一百年呢，身量高度啊减去一寸，寿命呢又减去一岁。现在啊嘛，这个世界这是个简洁的时代啊。释迦牟尼佛啊住世的时候是啊人寿命啊平均七十岁，现在人的寿命啊平均就五十岁。那么固然是有的活七八十岁的，但是也有的人呢活十岁二十岁的都有，那平均起来人的寿命普遍的是五十几岁。现在那么减到人的寿命到十，到这个十岁上生身量高度啊，就像现在那个狗那么高啊，那时候的人一生出来啊就像现在这个畜生一样，一生出来就有隐喻性，因为他末法了嘛，越末法这隐喻性越重，等到那个正法时代人都清净，思想清净，没有这种呢染污的念头。那么这一增一减增到八万四千岁，有十岁增到八万四千岁，有八万四千岁再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这是一个节，二十个小节是一个中节，四个中节叫一个大节。那么这个成住坏空，成二十个小节，住二十个小节，空有二十个小节啊，成住坏空，坏也二十个小节，所以这个世界啊它就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么轮着啊。世界的秘密不能完全呢都发挥出来，
等你发明到极点了，这个地球就毁灭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另外一个世界又成就了啊，就好像啊这个人也是成住坏空啊，这个人死了，那个人又生了，在这个世界上人啊成20年，住20年，坏20年，空20年，那么这80年，80年呢，这也一年就代表一个劫。那么你看20岁以前这个人只是读书啊啊学习本领，等20岁以后来做事情，做到40岁以后就有点要坏了啊。怎么什么坏了呢？你看耳视苍苍啊，看什么东西看不清楚了，耳视苍苍，耳法茫茫啊，这头发都白了，而齿牙动摇矣，这个牙齿也都活动了啊，有什么维斯顿 teeth， 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牙都要掉了啊。为什么掉牙？因为呀，这个牙它太硬了，所以我常常讲，啊，你看人都是掉牙，没有人掉舌头。为什么不掉舌头呢？这个舌头因为它软啊，它你硬了啊，它就软了啊。那么所以它不掉牙，为什么掉？因为它太硬了啊，一有什么硬的东西，它要嚼。要咬，咬来咬去的啊，把自己也咬掉了。那么这个人也是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啊，这个房子坏了又搬另外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坏了又搬另外一个房子，所以呀 啊因为这样才说人生好比一间房啊，人这个身体就好比一个房子一样的，眼口为门户，眼为窗啊，口啊就好像门户似的啊，这一口气出去啊，出去一个人，这口气吸回来，哦，吸回来一个人，这个人呢在这啊，这个气，呼吸气在这门口出入，就好像一个人来回走似的啊，你这个气断了，你这个人就死了啊，所以你这个房子里边没有人住了，这房子也空空了，就会坏了，有人住它，它没有那么快坏啊，没有人住它就会很快坏了。你这这个四肢好比房四柱，那个手脚啊好像那个房子那个四个柱子似的 pillar 啊，头发就好像山房草似的，山房的草啊，你趁着这个房子好的时候，你要不把它保护着，等到啊房子坏了你才着忙，那就晚了啊。那么这个房子你不要认为它就是你了啊，这个身体也不是你，只可以说这个身体是我的，不是我啊。说那我在什么地方呢？谁知道呢？你找不着自己，还要敬
助人家去做工，把自己的地都荒废了，去帮其他人经地，这是很可笑的。咱们现在念佛就是自己呀，帮自己来经自己的地，经自己的地，你就要出一点力，又要下种，然后它发芽，下这个菩提种，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发这个菩提芽，就是西方啊极乐世界那七宝池八功德水里边的大莲花就将要开了，等一开菩提芽，开了菩提花，然后就结个菩提果。什么是菩提果呢？就是花开见佛，悟无生法忍了，这叫菩提果。咱们这第一个期已经今天圆满了，那么明天第二个期又开始。在第一个期有一些个人已经得到啊很多好处，喝了很多甘露水啊，吃了很多菠萝蜜啊，那么有的人把这个脉停止了啊，脉说往那地方一停的时候啊，呼吸器也没有了，这个血脉也都停了，这是初禅的境界啊。有的人呢把这个气也停止了，刚才没说吗？呼吸气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啊，外边的呼吸气断了，里边的呼吸气生出来啊，有的人这样子得到这个境界。有的人呢坐那地方不是睡觉，但是啊把这一切的念都断了，念都停止了。那么这种的境界就是你用功啊诚心专一得到啊少分的相应，也就是得到啊一点点的清安。那么第二个期我希望啊你每一个人把这个打七的这个时间都看得特别重要，不要没有话想找一句话来说一说，没有小便想到厕所去走一走，大便更不要说了啊。
旅游的时候又觉得念佛念得不自在啊，到一边呢去饮杯茶，喝完水啊，把这光阴呢就都空过去了，所以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也不觉得怎么样。这是第一个期啊，已经啊跑了，这个时间呢都空过去了，跑了。可是啊，还有第二个期呢，第二个期你要认真呢来用功夫，认真呢发菩提心啊，一秒钟也不要把它随随便便空过去啊。绕要人不死，虚装活死人，像一个活死人似的啊。不要管闲事啊，要回光返照，反求诸己啊，要反问问自性，听听我念的佛念的是不是清楚，我念佛这个声音呢是不是发狂了啊，我念佛这个声音呢是不是很愚痴的啊，你就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就知道这个人呢啊是聪明啊是愚痴啊。他要愚痴啊啊，念佛就念得很笨的啊，要聪明啊，念佛就念得很活泼似的啊。念佛也是你会念呢啊，就念得这个佛都来了啊，你要不会念呢就念着佛去了啊。你看就有这么大的关系。写呢这个果悟这四句，我讲了两句：生生弥陀耐揣摩。他说你看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给我看一遍呢啊，我给他改了几个字啊，那么记得也很清楚。生就是一生一生的，所以生生弥陀弥陀就是阿弥陀佛。耐揣摩，这个揣摩耐就是忍耐的耐，揣就是啊揣测的揣，摩啊就是啊这个拉摩的摩，拉摩拿摩的摩啊，就是拿摩阿弥陀佛的拿摩啊。拿摩谁呢？拿摩自己，不要拿摩人啊。那么拿摩自己什么呢？是啊，下一句他说弥陀弥陀九何处，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什么地方呢啊，到什么地方去找去啊，各处去找啊。这是啊说弥陀弥陀九何处，到什么地方呢啊。第四句他说啊，昏然忘我即弥陀，昏然忘我没有我了，就
剩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了，因为没有我了，只有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你只有南无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呀、也会现身了啊。阿弥陀佛现身呢啊，就加倍这所有的这个念佛的人。那么所以说啊，浑然忘我即弥陀。那么讲到这儿啊，我听这个方居士他说这几句这个也可以说是记，也可以说是是啊。那么我想起来以前呢有一个事情，就谁呢，就是啊这个恒越，恒越在香港啊，到香港他最初不太修行，有抽香烟还有其他的毛病啊，我也不要说了，我知道是知道，但是我不愿意说人的毛病太多了。他不是懒病也不是馋病，这个毛病呢是很多的，他也不敢见我。以后呢就发了道心了，要打波州期，所以我们现在啊在这儿打念佛期，这是啊行行坐坐，有生念无生念，这么样子啊。啊，早起3:30起来，晚间10点休息，这还不太算辛苦。这个波州期呢是90天，在这90天呢不坐不卧，只在这走啊，走啊，有的时候啊把这个脚啊就肿了，腿啊也会肿了啊，生种种毛病都会生出来，但是生出来也要行这种法，不能啊跌倒，要跌倒据说就是把这个漆就破了，这个不能得到这个波州三昧了。那么他就发道心呢，要修波，要打波州漆啊，打念佛啊，波州漆，就对我讲，就到大屿山呢啊，那有个小房间呢，大约有这个1/5这么样的吧，20尺乘30尺那么一个房子，我给他现修的，他要打波州期，我给随时我就给他造了一个房子，给他修波州，波州三昧，这样帮助他，他念佛啊，念念佛就看见阿弥陀佛了。哦，他就拼命的跑，拼命的念呢，念那么阿弥陀佛啊！我在上边那儿，他在那个下边，大约离着有200步远的样子。他在下边那么吵，大声念，我在上面一听，这不是路子了，不对了，我就下去到下边去，你看他。你看他怎么样啊，呵呵。这时候啊有一个海里的水牛就现的一个阿弥陀佛的像啊，来引诱他啊。那么这个水牛怎么会念现阿弥陀佛像呢？不单水牛会像现阿弥陀佛像，一切的天魔外道他要来骗人呢，他都可以做这个这种呢，都有这种神通。
那么你要不认识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定不住，他以为这个阿弥陀佛来了，他就追阿弥陀佛，哦，他这个水牛在前面跑，他就后边追啊，认为这是阿弥陀佛了啊。我到那一看，嗯，然后这个阿弥陀佛没有了啊，因为这个阿弥陀佛没有了，他就啊、哦，我方才见着阿弥陀佛来接我了，哪去了？我说你定一定，不要这么慌，阿弥陀佛来了，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啊，你念佛要念的如法呢，嗯，怎么样的？这个我如果不去呢，他就会入这个魔的境界了。那我们现在在这儿念佛啊，因为大家在一起念佛，这是众力来呀、啊、结成到一起，大家啊，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互相帮助来念佛啊。那么我虽然呢没有在这个地方，但是啊，我常常陪着你们在这儿念佛啊。我讲这话你们不相信呢，我也不需要你们相信啊。总而言之，信我的人啊，我讲的不对他也相信；不信我的人啊，我讲的对他也不相信。那么哪个是好的呢？都是好的，信我的也是好的，不信我的更是好的。走，我不把你拉回来；你来，我不把你赶出去。啊，这是自由的。我不会像任何人呢，我把你抓住不叫你走。啊，不给你自由的。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F 先 OK， 你就有翻译这 F 先 OK 了呢。还有很多的重要的你都没有讲出来，这个重要点就是 F 先 OK 跪在我面前要求出家。我说你等一等，自己在家里先修行修行，你考虑清楚了然后再出家。不单一个，有好几个。那么今天这个呢，如果我叫他出家也会出家啊，他因为来问我，但是出家不一定靠得住的，不一定呢啊就真会放得下。最好呢的方法我想要告诉他，但是我想一想他不要说了。什么方法呢？叫他两个小孩子出家啊，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小孩子他有一个13岁一个15岁的啊，到这儿来呀、啊、不要半年，我一定呢就有方法叫他啊有所成就。但是我又一想啊，这个人呢他绝对不像我这么样 F 型 OK。 我在东北那时候有一个男孩子14岁给我当侍者，他想要学神通。我说你要学神通先要啊受苦通啊，把这个苦啊受了然后才能得到通，你不能受苦就不能得到通。
他就很相信。那么跟着我有100多天啊，我叫他吃种种的苦，不能忍的忍，不能让的让，不能吃的要吃，不能受的要受啊，天天给他苦头吃。有一次我们到的一个居士家里去，在居士家里住下，住下我们每一到这个每一天都是无论到哪块都要先打2个钟头的坐，坐要休息睡觉的时候先要坐2个钟头。那么这一天呢，坐到1个钟头上他就躺着去了。他大家小孩子因为太辛苦，我把他枕头拿就给摔到地下去了。他摔到地下，他知道我不许可他躺着了，这又起来又打坐。坐那么我休息的时候他也休息了，这是一次。还有一次那么走路啊，下小雨，下雨，下雨走路啊，那个路上就有一个饼在那个路上，不是油饼，就好像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面包啊，那么一个饼，一个面包啊，这么有这么厚啊，在那儿被这个雨浇的，被雨给下雨都湿得很厉害。他看见就对我讲说，师父，这有一个，这路上有个饼啊，我说你拿去吃它了。他可对我笑一笑，也没有吃，好像果腹那么样的。他不捡起来吃。走过了有1里路啊，还有半马哟。我说你天天你想要求神通，今天那个饼啊，你要吃了就得神通，可惜你当时没有吃。对，那我再回去吃。我那说破了就不灵了，你现在吃也没有用了。他就哭起来啊，我说你慢慢来，将来还有机会啊。然后以后啊，5个月的时候，他赫然间明白了，明白啊，他什么都知道了。你这个人呢，前因后果，他也得到天眼通，又得到许命通、天耳通，是这个五通他都得了，也是没有得漏尽通，没有得啊。他随随便便什么事情，你谁，你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的，所以啊，这个是很厉害的。为什么他那么快呢？就因为他是童子啊，所以修行呢是很快的。不过这个呢也不容易的。我在东北啊栽培出来有这样的人有6个，我现在到这儿他们不知道都怎么样了啊，他们各处啊都和我去到处去借去渡人呢啊，他们的力量很帮助我很多的啊。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如果也再有这么6个人来帮助我，那就办法更不需要人相信了，更不需要人相信，他自然就相信。所以我在东北，我的皈依弟子啊，他们对我相信那是很相信到极点啊，
譬如这么一个火堆，我叫他说你跳到这火堆里就成佛啊，就会有人会跳到火堆去。我说你跳到海里也会往生极乐世界啊，也会有人即可就会跳的，但是我不说这个话啊。他们虽然相信我，我不绝对不叫他们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也不考验他。不过我知道有很多人呢那时候对我那种信心是很坚固的，一句这个话也不敢对师父啊这么的有这种毁谤的话，没有人敢说的。因为有几次有人毁谤啊，都然后很厉害不得了了，来这忏悔。不要说这个因缘了，说这个因缘好像吓人似的，把人吓的更怕师父。